而高雄学子在全国运动赛事屡创佳绩。市长陈其迈呢，是特别是在市政会议的时候表扬后进国中的女足队，还有凤西国中的足球队。高雄市教育局就表示了，两校的球队呢获胜的背后呢，都是教练还有学校管理团队的努力和付出，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鼓励。透过持续的训练和比赛的磨练呢，球队不断的精进球技，也提升团队的凝聚力还有向心力。两校足球队呢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，学生们也因此学到团队合作、韧性还有毅力，将对他们未来的体育发展有正面的影响。